我们年轻人的机会哦，大家要好好去珍惜。因为我看到两天一夜，还有昨天那种演出啊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哦，然后呢，你们真的非常有创意哦。那其实我们民众党缺乏的就是这个哦。好，那灯光是不是太亮？各位，好，我是台中市议员江国树，我的选区比较奇怪哦，我有三下区域，也有全台中市第三大的一个区域，就是大里跟雾峰，两个选民完全不一样了哈，这个结构都很奇怪哦。你如果去到雾峰，你讲国语，你也讲啊，你是外地来的，哦，他就是不喜欢你，因为雾峰人他们的在地习性比较重啊，更何况他们雾峰已经20年。没有出过地方的议员，你知道吗？无地方的议员，哦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痛，哦。好，我们那个选区最主要是全台中市最多议员的选区，14个选6个，哦，是我们全台中市最多，啊，也是我们台湾民众党，哦，我们台湾民众党在这一次的台中总共提名的11席，哦，啊。好像只有我当选对了，没错。来下一页，我比较，因为我本来，来，下一页给我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还是你给我。OK。好。这个今日新闻啊，在我们台中有空可以去看一下。哦，我是被四叉猫还有小三有没有打死掉的江泽树。哦，因为。说实在的，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的未来。哦，其实主席常常在说，我们要给更生人的一个机会，但是在我们这个政党其实很难。哦，我可以常常说很难，还好我很幸运，我一路走来非常的幸运，因为每个人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的家庭，这一句话记得一定要想好。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未来。我们的未来是我们自己可以来改变的，其他的人不可能给我们什么。我希望坐在这里的10年后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踏入政治这条路。哦，因为柯文哲就是一个案例。哦，他写的，其实在这一篇里面，我不知道我的声量会那么高。哦，因为说实在的，有空可以去查一下我的粉丝专页，那个声量我们是一直以来都是保持的。哦，最主要为什么会有？不管是好坏，起码有让人家发现到你哦。因为我在大里区，我是开第一高票的一个议员哦。好，还有当时我要成立竞选总部的时候，我可以去号召大概有500-600人来到现场帮我画动算，最少会等下画动算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是一个网络的政党？你叫那些会支持你的、会投票给你的人来这边画动算，他就真的当选了吗？不是哦。再来，那个时候又是疫情，有人会来吗？这是第一点。但是办了，你要花了多少钱？起码20万。雨力结束后，不管是舞台啊、设备啊等等，房价还是我们的宣传等等，都是要花费。最容易花费的就是我们最后的准备的台湾小吃，非常之开机。哦，那个时候我就跟主席报告，我想要在网路成立证，就是竞选总部。他说：“靠人啊，我就是无啊。”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我要跟各位分享，这是想没开机，得到最大的利益，这一点一定要记得。哦，这个那一天我真的有成效。哦，有成效。哦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是市长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有人会看无啊？”我说：“应该有无啦，爸啦，应该有啦。”哦，你放心啦。哦，你讲啊，安尼就好。哦，因为这种如果在同一个时间有直播，有500-600人在观看的话，记得 FB 有一个叫什么回播，回播很重要。记得现在如果还没有开始经营粉丝专业的，开始经营。这是未来的趋势，一定是未来的趋势。因为柯文哲常常说了一句话：“
选举已经开启，这个文化是错误。但是在我的身上，我们改变。哦，第一个，我们在网络当时的成立的时候，九月十八号，哦，9:55，两席给你了，这是我的问题了。哦，来，我们看下一页。那个时候当天的人数啊，哦，其实最高的时候来到7000多人。哦，6211。哦，其实现场大概有100多位的民众。你感觉讲，啊，你怎会安尼？人拢用迄，哦，用到足大面的，足好的，啊，你怎会？你怎？还是那句话，让民众担心哦，你就会当选。现在柯文哲的民调一直在慢慢在下滑，是要恭喜他。因为我昨天我们台中市成立了一个选择自由会，来1700多人，后面有人讲，哎，人啊来。我蛮不在的，哦，因为说在的，要怎么来在我们这个党？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啊，哦，那哪无有当加他，应该再再来啊，冲上，哦，这一点，其实我要跟各位分享的，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你们都是未来的网络要经营的一个部分，能帮助阿北就在这里而已啦，哦，因为说在的，我们三立部门等等外面那个三立，你也知道那个不全好意啊，刚刚一来一聊嘛。哦，哎，那个是，那个活动改变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的分享一定有结果，因为有时候你们去看民调，柯文哲的民调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只要是市话，它都是三成，都是38%的呀，市话呢，你有看到市话还有三成，遐阿公阿妈都有三成嘞，阿伯讲的伊是3%尔嘞，65个以上，他认为是3%，100个人只有3个人会投给他，我讲无啦。就算在30个呀，为什么我跟郭台铭同意？因为他如果是打手机，欸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这些人有接过手机的民调吗？有的举手一下。两个而已，喔，有接到对不对？问的是不是大概10分钟？差不多，我问很多，哦，那种很容易要唯一支持嘛，是不柯文哲啦，哦，你老公其他啦，拢无啦，哦，我儿子，我有一次直播真的有遇到。哦，讲了大概10分钟，很多贼。哦，你看，那么我们要接到的机会都那么少了，更何况室内电话。现在室内电话会接电话的，你知道是什么人吗？阿妈。你错了，阿妈，我底下问的高台，我假不用诈骗集团，那不用接，那接的都很便宜啊。哦，人民银行骗给你，孙胖给你，那种我假，我你讲那种假呀，谁会去打电话？我家里啊，哦，会去接电话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的孙子叫做江江好，接啊，哦，等等，我要跟你分享了很多的故事哦，这个都是我们未来不管日后要选里长，因为我再来会开里长的训练营，哦，如果想要投入政治这一条路的人，哦，不管你是要参选还是要辅选，这个都非常的重要，哦，因为得你的候选人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。他永远不会把问题告诉你们。你广告小三刚刚够吗？他之前有讨债，他敢说吗？他都不敢。江河树在92年有被提报没完卷讯，你我蛮莫名其妙的。我当时在当 P 大义呢，我当时在当 P 大义哦，我被人家直接隔天早上8个人去我的家里，我还不是住在家里哦，我儿子还在住院哦，我在仁爱医院被带走。回来后是71天过后，哦，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伤痛，因为早期的流氓简讯他不用任何的证据，因为我们那里我有一个表哥，哦，就是我们那里的民意代表，本来是要抓他，哦，我是被抓去，然后我都卡卡的了，哦，这一点要拜托大家，粉丝专业跟个人不一样，哦，这个是一定要清理，这个日后有时间我会慢慢的跟你们说，哦，因为。经营这个没有那么简单，很辛苦，但是有效。哦，接头来讲，这一颗球，在我选里长的时候，2018年就有了。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大陆看到的，那个时候不是看这个，我在2015年，我在参加，因为在我的上一生是在宠物工会的理事长。我是在训练小狗比赛跟参加国际比赛的
的一个人士。中国大陆最便宜的是什么？人力。最贵的是什么？广告。他们都会在他们的地铁上面叫一个人不用坐着，背着一个看板，那个看板我有送给一个人，哦，那一个人从里长当上的议员，啊，就是我们的罗廷伟，哦，啊，东南区你可以去了解一下，那个看板是我送给他的。那个看板那时候我没有选举，他刚好选里长，他就拿去用，哦，后来我觉得那个看板很贵，很重，哦，不。太凝固，哦，最后我看见他们改变了，他们最主要用了一颗球，但是他的那一颗球有问题，因为他只有一个珠子，就是一支鸟，一支鸟，这个球会飞，没有用。但是我回来呢，我找了一个厂商，那个厂商叫做什么？快乐工坊。为什么会找了他？因为我的充气城堡是跟他们买的，哦，那也会做这個。啊，为了做这一块，没想到一下，台湾品种改，哦，那时候可能者全部啦，不管是大众酒啦，什么都是用这一杯酒，这个是这样而来的，哦，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不是要当一个政治人物，我希望再做这样的想法，我们日后要成为一个政治家，这一点等等都是会跟你们分享。再来，我在今年说，我如果依然还是背了这个酒。会有亮点吗？没有人会理你。你在街头，你要记得，有没有看过民进党跟国民党在站街头？有看过吗？后面听几个？上少十个啦。啊，无麻布来的衣裳啦，站在后面，口罩挂掉的，啊，鼻骨扎的，安尼好吼？人讲会站在遐，那塑胶的，无效啦。哦，因为候选人，尤其是我们现在要帮助候选人的人，记得自己要想创意，怎么去让人家发现你，这个很重要。哦，还有一点，当时我这个人物，我有办一个鹿爸爸说故事。嗯，怎么接？能接到吗 ？OK， 我有办一个鹿爸爸说故事，那个鹿爸爸背了一个什么小丑？很大的小丑，他来说故事。那我有这个 ID 哦，我想说，哎，如果那一天我可以把这个玩偶换成我的人像 Q 版的话，我是不是有机会让人家发现了我？我站在路口，大路口的话，其实一个人站在那里哦，没有人会理你。你站在那个的时候，背了一个背这个，哎之外，来，我看你。记得我的身上总共背了什么东西？我前面还有一个广播器，我走到哪里，我可以开展到哪里。哦，这个画面非常的重要。你不可能说了，很多的候选人徛底下就是安尼俩，袂晓讲话，伊嘛唔知要讲啥，伊就干会手俩，安尼俩，有效无？都算了。但是你如果跟他一样的话，你不会成功啊！记得这句话。跟人家走同样的路线的所有的候选人，我来当哪一公，你拢袂掉。哦，这一点我等等还会跟各位分享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不管我们背了气球，都等于一个人了。我们还自己拿个麦克风，还背了麦克风，等于我们一个人、三个人用，哎，好不好？做得好哎。哦，啊，但是人家会笑你吗？一定会笑。啊，你就无钱啦，哎呀，俺就是无钱，跟你同款。我拢甲你同款，啊！你若做好嘅，你投好嘅人，你就好啊。哦，有人做在讲，哎，这老师你有没有送水？水啊！哦，这七月份是不是水人拢会偷水？哦，我无你爱几箱，啊！你无，你搁我问讲你爱几箱？我无啦，啊！是阮遐六个后生连五个都有，我帮你甲讨。了解我意思吗？帮他要。为什么？因为阮阿伯讲，迄水袂使啉，因为我们是环保人。哦，你看柯文哲没有在喝这种瓶罐水。哦，他就是他的，但是他最后还是说这个还是要做的，哦，没有错哦，难不可能突然打哈龙果，哦，马中提管，但是在我们长期以来真的没有，但是我有了一样东西，还是要跟各位分享，这是爱老两个，我给你主要做几个小例，讲我要点我的脸，第一个我做杯子，全部的水
是不是都会商家了？我说的商家还是企业，还是说现在的七月半在普渡的话，那个用聚红兵，我用我们的杯子，哎，这个效果就出来了。别人泡茶用我们的杯子，用他们的水已经被倒掉了，你够鬼啊！这就是我们的方式，跟人家走同样的路线，你一定不会成功。这一点千万不要记得。这个气球是我大概做了一年半，我不敢让大家知道，因为如果知道，人家就会学习，就一定会学习。哦，这一点记得，来妈妈帮我播一下当时的影片。我有被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已经号码都已经出来了，就已经快要接近要选举了，不到一个月了。来，影片有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台啊，因为我比较喜欢 TVBS 啊，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有上他们的节目，因为我一开始是上中天，上到被他关掉了，台湾一个月，全部要找他。有影片吗？没关系，好，在播放影片的之前，街头开讲，你要站着跟人家讲话，如果你不尴尬，尴尬的都是别人啊。这句话记得。我每次站街口啊，我不用买早餐，我连中餐都很免费。然后你往我们公园往里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会直播。你看今天这经过的人，哦，经过的人，那静平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对，那一段影片，如果在现场用讲的，你们没有感觉。哦，然后到底你去到街口，你怎么样去帮柯文哲讲话？哦，然后说啊，你不一样啊，什么？因为我跟是主席有报告过，我们再来的希望是什么？遍地开花，开花哦。我们不一定要结果，哦。来，好。他有声音吗？可以。人家还会点赞哦，这个感觉不行的画面。这你如果走过，你永远会记得。那个时候没有说话嘛，对，我们就开始在站街口，然后我们下个。我都有收剪了，因为一个小时真的不够。随着剧情的走，李全牌高帮忙的贵贵手，站在街头相当明显。民众党台中市议员候选人江和树背着巨人来买票，那小朋友都会停下来跟我拍照。这样子比较多呀，还可以停拍足多呢。好，我们来下句话。那个时候已经要接近选举的最后七天。如果你要在 TVBS 看到你，在那个时候总共有只有三立没有来了，其他都有，那网络可以找得到。再来，那你要花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月配。哦，像你大概你要这几秒，大概一分钟，有时候你们再来就会遇到了，哎，还做这集，哦，可是人家还愿意帮你报，就是因为你有亮点。我拄啊开始，我排两礼拜无人插我啦。我跟你做好，即个记者，我跟你做好，但是面对着我呀，哦，我比刚好有一次，一个候选人是不是站在那个什么啤酒上面的那个这样子摔下来，供到去弄到他干，为了送医有没有？上了节目，他说那个候选人都白痴啊，不像江和树一样，人家这样就会被看到的，你干嘛站得那么高摔下来？那我就真的受伤，但是这个部分啊，在我们候选人，如果你是别人背，没有感动，自己背才有用。在街头，你站在路口，最主要你要在那边开讲。第一个要件是什么？起码你要让人家发现你呀、啊，不然你肯定呀，你立功，人家你看，你也拍谁无？没拍谁，眼睛就变好看的。我有这种情，我跟一开始跟你们一样，做行业，为什么？
但是我要选举的呢，我也歹势，才要选了我，啊，我阁无钱，阁无啥拍广告，我所有的 FB 有十万人都是我自己经营的，可以问我个幕僚，我没有经营公司啊，哦，我们也不会去买那个赞的人数啊，因为有一次柯文哲拿出我的手机说，你拍开我看一下，我你是要看啥？伊讲我要看你的后台，我要看你的那个人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因为伊讲的，搞不好有迄阿拉伯的啊，有国际国的来啊，哦，但是让他点下去的时候，哎，我男女各降一半，哦，再来，我全部都是台湾人，有马来西亚的，你马来西亚听我那个位，但是有很多他说，哎，好，我要看区域，你的区域在哪里？我如果选台中市的，我的区域全部在台北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，哦，我92%全部都在台中。他被公安 AD 动算了，哦，这个人就是他，其实他很聪明，我动作一闪我红灾，哦，我那红怕啊，那地方灾。第一个，我要跟各位说的一句话，候选人你们要帮忙的，你要先了解他，但是记得永远了解不到他最后的问题。谁会去说我20年前被提到流氓警局，没人敢讲。谁敢说自己的家庭，我的哥哥同母异父的哥哥在做诈保案，我被他牵连，温差15岁，哦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你有办法去选择说我不要他吗？不可能。再来，那个时候我怎么办？这种东西你如果没有提早让人家发现你的问题的话，这个候选人到最后一个月。要选举的时候爆料晚了，没算了。当时一直在打我们的，就是那一只猫，打我们很凶。但是他是我家的，是唯一的贵人。那时候我一直丢资料给他，他都不理我。但是我们有一个短妹的同志男生，跟他非常的要好，我拜托他，哦，我哎，我叫出来资料呢，你可以帮我丢给他吗？他说你要干嘛？我不会叫他，不然你也死嘞！我不会死，我马上炸嘞！了解我意思吗？如果真的要死，要早一点，不要等到最后。哦，这件事情我有跟主席报告过，我也希望说我们要勇敢面对。哦，提早讨论，半年前如果讨论的话，3个月人家都忘记了啦。阿北哥，我们来求了你呀！但是我还是把我所有的资料一起带回。就是第一条，就是我在宾馆的事。还有，这个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这个在我们就说，不管你是在政治系什么学校，不会教到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。但是有没有机会去改变你自己的人生？只有你自己勇敢面对，没怕啊！因为我是一个最不像台湾民众党的候选人，但是我当选。这个是我们一路走来，我们要打破不一样。因为候选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幕僚跟候选人本来就性质就是不一样的，哦。当时我找他的时候，我拜托他帮我分享，他不理我。最后我透过我们的党友，哦，我们同志跟他很好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爆料都是透过他了，哦。最后真的他有了，但是再来的诈保案不理我了，你不理我了。最后透过谁？透过南部的小商人，哦，小商人大家知道吗？知道了哈，哦。小商人最后报了那个诈保案的话，因为我当时全部都是无罪定谳，都是无罪定谳。再来，我的流氓简讯，我还被判冤狱赔偿21万3031天，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说的，候选人要勇敢面对，不用去怕。最怕的是什么？你不敢说，就完了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一次的选举到最后，我们有办法成功。因为那个时候党内同志对我，我不会怪说啊，他们对我啊怎么样啊什么？我们是党内同志，你要来同情我啊？哎，选举没有在同情任何人，这句话记得，只有赢。你今天赢了，你就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。分享你赢的故事，但是故事很多哦啊，这个就是在我们台中
当时我们要扫街的时候，在这一张是记者拍的，最突出的还是那个网红。这就是要跟各位发掘，因为现在这个我只要做给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罗平滚，他选立委。哦，你有时候去看他，因为他是国民党的，你为什么会支持他？我们今天的最终是什么？我们要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的席次减少60啊，60才国会才不会过半，你知道吗？就做掉了。但是黄国书应该知道了哦，他这次因为的新潮流不给不完好一算，哦，最后他派了一个，就是我们的江兆国，也是我的同事，哦，我们是议会的同事。但是当然嘛，他跟我不错，但是我不想你当选嘛，因为你是民进党。当然，我们就支持了罗天伟，因为那台中这一席起码一定会不见啊。他昨天就跟我说：“哥，你可以再送我一个这个吗？”哦，我说好，我一定会做给他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哦，成功秘诀，这个你们去找都可以买得到了。但是他愿意跟我说，因为他第一个看板是我送给他的。他最后他觉得说：“你做党的那边啊，我说啊，你去做浮板。”说什么是浮板？浮板就是我们在游泳的时候，小时候的时候，前面是不是有个浮板？那是做边呢？它有大块的，找厂商帮他做一个跟他的高度、宽度一样，贴广告就好。早上的时候不用亮灯，我这个玩偶晚上是会亮灯的，里面打一针，哦。还有，民众党最缺乏的。这个当时哦，柯哲要去美国之前，伊甲我讲，咱今年还过来台干嘛？我讲你去台干嘛要创啥？伊讲哦，啊无啊，咱过来行。我讲你爱去白沙墩啦。伊讲爱有民进党诶，我讲啊就是因为民进党诶，咱才爱来，对不？你过去遐闹好，尾哦，最后我们选择了去白沙墩。我们在那里有一个舞台。听说那一天有10万多人在白沙屯，那一天有张其禄，有我们的赖香伶哦，还有我们其他的啊民意代表，还有代表都有去。侯友宜一定讲啊，为什么你要加入民众党？你打动力不加给，你为什么要加入民众党？为什么？你要讲出为什么嘛？哦，这个党到底哪里好？你为什么要投入基本？再来，你在国会的这3年多来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给他坐真济人，有啥物你知影无？知影举手者，敢不知？都不知道哦。因为个无所在好济啊，咱头前了才有300几只鱼啊，哦，较艰苦嘛，爱讲坐人当妈做了。哦，这个就是一个说实在的另外一个方式，但是到有影无底坐就关完坐鱼啊，听你讲，不是。我们有讲出道理，好，哦，啊，当天我们绝对不是只是去那边要吃的哦，我们一路都有点心站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因为我在9年前认识的柯文哲，是在哪里认识？你在干嘛？你给他新干，我说，哎，暗时啊，12点哇，啊，这不是电视你讲的那个柯P，哦，啊，那个，你老公你会选台北市长？我讲你即下说台北市长，我就当选总统嘛哩。哎呀，我想讲够可怜。哎，到时哎，伊就来到助理啦吼。哦，做人刚的气刚嘛吼。其实当时的他是非常的天真哦，你就骂他呢，哎呀，走到哪里？我常常说的柯文哲，他都是政治的意外，没有人想过他会当选。当时跟谁？跟连胜文。你要记得，当时民进党为什么那么厉害，会去找柯文哲？因为他们选不赢，对不对？你若选了赢，那有可能留在柯文哲算。他们很厉害，他的案例不是只有发生在柯文哲身上。我们台中还有一个，大家知道吗？哎，对，陈柏伟，你跟我是袂歹的。但是啊，这都是一个例子。哦，不管他不得愿意，我们现在在民众党，我们不要去有仇恨值，人家一定有他好的地方，我们要去学习。
那嘛不好，那个卖欧就好啊。但是你要选择了解他，这是你们的工作。参与政治最主要要去了解这个人设，哦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今天陈柏伟如果会赢的话，如果啊赖清德会赢的话，他不会有牛郎啊，你等你算就好啊。最后他也是自己拿回去啊，哦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有人在跟我们说爱回棍，柯文哲没有改变。我当时在选中央委员的时候，我是十一票，哦，我是最高票的中央委员。但是我只有跟他，因为有一个好处，最高票可以第一个可以询问主席的话语。我第一个时间我问阿伯，你到底你的中心思想是偏蓝还是偏绿啊？我有问我这句，你讲啊，我是二二八的家属呢，你觉得我是偏蓝还是偏绿？哦，因为我要知道你的中心思想嘛，因为我们是比民众、民进党更不会贪污的政党，我们才会来成立另外一个叫做民众党，我们多了一个台湾，比他爱台湾。他的理念到现在，我觉得是对的。我常常跟他说，昨天也在他的参会，我马过，这个党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四年了，你们来讲，我做后悔，我做安啦，然后你好小。四年的时候，你看国民党、民进党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正在成长，但是成长造人家会怕我们。有人现在常常跟我说：“啊，你跟柯文哲很好，你要来跟国民党谈呐，爱来讲呐。”我讲啊，你讲不到，因为你失败就是比较。为什么不是你们国民党来找我们谈？我们要找他们谈。你讲我们百年政党啊，你们包啊，你敢知道？我讲你们包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是那句话，人家民进党会去找柯文哲，他什么都不是呢，人家会去找他。我们现在民调比你们高呢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哦，这个是数据。但是你们应该是要大家坐下来谈，要怎么样？哦，啊，玉门关，我个人的立场，我想要把你分享的，这是我今天就啊，这个节目办公会出的，其实。如果今天只要是柯文哲当助的，我江河树这一票不会投给他。我希望在座应该有一半的以上跟我的想法是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我们卖掉了，他卖了我们，一辈子的政治信用已经没有了。哦，柯文哲一定会参选到底啊，一波落啊。他如果有选择的路，他早就转弯了。我做一个市长，每到咧死，到底是对还唔对，唔知啊。哦，你看像柯P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，他可以救人。哦，你看吴志强不会骂他啦，他是国民党的，不会骂他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救他老婆啊，他怎么可能去骂他？他是一个我们台湾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已经生病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治疗我们台湾的一个政治人物。选择他是一个非常简单，但是你如果像这种方式站在街头，不然差别啊！你在街头讲这个话没有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天底下车连上不高十秒，你在九十秒里面一分半钟，你可以说出什么？我们要改变台湾，我们要为了下一代，我们要勇敢站出来。我不领钱，我想要利用这个时间，因为我背带不上班。我既然听出来，来个大家拜托。我想六点外就出来，因为我存点外钱尔。我甲你拢同款，等下去上班的啦。有啥物我管你家己吃，因为我要甲你拜托，因为我做烦恼。这个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班，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整个组织部这边要给一个很好的版本。你不会说话，起码你背着像我刚刚背的那个录音档、录音那个广播机。你的地址会 OK 啊？行，我们组织这边可以录一下，我们有 USB 嘛，我们可以插吧，也恭维啊。你等下底下一手比人拜托，人家就会感动。我不是人请，我们今天没有钱，我们愿意站在这边，是因为了什么？因为未来的台湾，这就是我们要的。为什么年轻人会支持柯文哲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比工好少。哦，他讲的话是我们要的，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？
最近民进党很会选举，他说啊，大学生啊，没不用缴学费啊，赖清德嘛，补助5万啊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有用吗？没用啊，我问了很多人，他说有效的。你听我，无啦，我讲，但是我着，换个社会现实的啊。迄个大学生讲的，那是现实的。我想不到，本来我这票想要投给柯文哲嘛，但是5万块会选择让我改变啊。我讲你无效啊，你无效啊。为什么这些补助款会补助18岁以上的人呢？无啦，你这个十八岁以上，佫无早趁钱，你来去呾。卖个瓜啊！你看谁了不？你看你跟乞丐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们要补助的对象是谁？是0到6岁的那些幼儿。好，一杯欢乐健护卡的七哦，让家中的阿公阿嬷可以带家中的小孩长大。这句话是我深深感动的。吴湘敏。欸，我问一下，在座有没有被阿公阿嬷带到的？举手一下。好，没有的举手。对，这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点。如果今天全部的要给幼儿园补助的，不该补助，政府都补助幼儿园，那该补助阿公阿嬷。欸，一个月要几万块呢？我带一个囡仔一个月几万块，我65岁以上还可以赚1万多块，囡仔搁免给我饲，我搁会当照顾孙。唯一一点，我绝对没扣到你，我绝对不会去打他嘛。但是这样就会帮助了什么？整个环境的改变，婆媳之间的问题，家庭的问题，这才是重点。但是你别走哦，他不做，为什么？公平，没有直接效应。哦，民进党真老酸地了，赔咱的钱，拿我们的钱去选举。我最近跟阿伯分享家料，讓他要回去整理一下，再来就知道怎么去讲这一块。0到6岁国家养绝对不是一个口号，我们希望他可以改变。哦，这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。那一天我们这个是在白沙屯的画面，照片很多了，可以去爬一下。哦，那几天真的我都陪伴他了啊。其实有没有用？昨天白沙屯过去支援有60位，最后拿来的100多位，戴着白沙屯的帽子，这个黄色的帽子，穿着白沙屯的 T。我问他们，他现在成立我们的一个志工群，我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要来？因为他跟随妈祖的精神，因为他有看到柯文哲真的从头到尾都在走，让人家感动，让人家感动。这是有效的啊！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个是在大甲的台大，你赶不出翔哦。虽然柯文哲当天已经在美国，哦，已经在美国，但是我们的团队依然都还在啊。我们的台大、的中华、的西雷、的新港，我们都有我们的平安餐的餐点。这个跟柯文哲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。这个我们已经做了41年，从我的爸爸教给我，我拢讲一句话，我爸爸妈妈无留什么财产给我，干阿老一代，干阿老一代，这代是用钱买得到的，因为我可以留给谁？留给我的下一代。哦，我的儿子现在也在当里长了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当天的画面，我儿子，这个我可以笑啊。敢啊 ！Q 这点，我 Q 这有动作了。如果今天会当选，在选举当中，如果发现一件事情让你可以当选，你会不会？你会做啊？你做啊？你说你有啥？再来，我们绝对不是选举才做。这个画面已经是我当选结束后，我几天？这个我们的主任是何泰峰，也是我们的党代表。给我做草了。哦，你讲20分钟就无影啦，真啊假的？我真的啦，有啥物你知无？你也去低调哦，你去10分钟就无影啦，习惯，已经习惯这个味道，你没有办法不习惯。哦，我们真的下去捡，
哇，我有 PQ 哦啊、你看这只是什么？老鼠，老鼠，老鼠，老鼠。你死开，那条鱼有可能伫水底，那十个门高才够低啦。因为我这个是近画面，我如果是用远画面，你会说它是猪，但是它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老鼠。你看哦，我这个在市议会，我说翁启六，我查啊哦，迄只鸟子啊，我迷茫啊，伊讲叫我爱甲伸弯啊，伊讲死甲做唔甘愿的啦，伊讲我死伫水底唔对啦，对啊，伊讲迄水底我硬来死伫遐。我讲我人有台湾废水啊，废水从哪里来？工业区的什么水沟嘛，对不？啊，水沟有什么？有老鼠啊，你才死，死底下不老来啊，全江无数。被我发现拍照起来，哦，这个就是当时无聊的啦，哦，啊，人讲啊，你来无钱的啥？那个啥？那个青蛙庄。我讲我就是职业演员哦。听我，我还准备青蛙装嘞，哦，我还准备青蛙装嘞。嘿，当初时，当时我们要去解这个的时候啊，第二天，那把我讲啥？嘿，臭人干嘛？你敢看我？我讲没关系，我通报环保局。环保局不来，因为这是第三河川局管的。第三河川局，你知道是谁管的吗？立法委员才管得到，我们是管不到的。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点，我们如果不处理，错的是谁？被谁？然后哎，假如说你选举有来你扣，爱啥选啥你歪扣，你当作来啊？你讲安尼嘛有道理啊？啊，不然就直接你扣，你扣了后，我发现就直接了之啊。这都是我们地方的经营嘛。一个人会当选，一定有他的道理哦。再来，哼，这条道。如果是你家中的小朋友掉下去，会不会下去？阿妹，这个嘛，给我们做梗图啊，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。为什么？起码我们有发现，这个是公园哦。这就是我常常要跟各位说的，有一些民意代表，他们在看水沟，伊袂带你怕鬼咯，非常怕鬼。这是我的长官哦，咱是怕鬼有款，因为我们了解问题在哪里，地方最了解，因最不会来啊。哦，处理水沟还是说什么问题要自己亲力亲为，迈出一步。现在民意代表都是，哦、我来讲嘛，对，等于在为公上，像这个都马上改善。我现在在台中市议会哦，刚开超备签规范啊，到现在没有我自己签字。签字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开始外籍，没有，因为这个都是立即危险，那多恐怖鸟的派系。而且有土地厂商的问题啊，哦，这是我们的，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跟你们分享这些，就是说日后记得有机会当选的这些要参与的，要先去做事哦。这个是我们发现的脏乱点，这是在我们的大里运动公园哦，隔壁就是一个国民运动中心哦。如果我新闻有看到这里还有毒品出现，哦，这是在我们的黑暗处，我们要去找。关怀访视，这是基本要做的。记得一句话，所有要参选的帮忙的，你要从爱被扣住。江河树站在这个地方，看着我的脸，不像一个好人。我 A 拍啊，我没伪装，这句话。哦，这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跟各位分享，就是说用爱一定要扎根，让我们幸福才会延伸。江河树一个成功的案例，就是来自大理人爱心厨房，有空可以去了解。我们一天。哦，要煮300颗的便当，我们一个礼拜做6天，我们只休息礼拜天。虽然这些人不会投票给你，为什么？你都底下没订单，他没有办法走出来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说，这些物件不是我买的，我唔知讲这是收这贵呢？5000多块，你们不要生病了，我真骗你。这个他们喝不起啊，黑起管万两八瓜，只是一个早餐。这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，这个很重要，自己要记得。这是我们，这是谁应该知道的吧？那下下场会跟你们分享。对，他们都有趣啊，柯文哲也有趣啊，
我当天跟投资者李仲豪、李桃姐，我跟他说了一句话：啊，别你啊，动算你啊，机构的爱心厨房没桃花哦。讲的是你讲的哦，你也无，我就无敢换了。哦，我来讲，你说对，不要以为当选的就免了。我们的时间是我们自己安排。哦，我今天会去选议长，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，怎么会去选议员呢？我更莫名其妙的，我为什么会当选？超奇怪。哦，慢慢的你会管。像常常这个市场帮我打广告打得很凶啊，哦，啊，我们所有的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所有的志工自己做的。我们民意代表在我们中南部的习俗可能跟北部不一样，我们是地民杀婚前，哦，地民杀婚前，这最重要，这不是江苏自己做的，哦，我们书豪啦，我们祭品全部都知道，我们的服务处还有隔外地来帮我们做的，这个有没有效？有。为什么有效？因为殡仪馆你只是前里没有办法看到什么，那个时候没有人做呢。现在连立法委员都跟在学习，因为你如果今天送什么兰花，知道吗？还是什么罐头塔，他们放在哪里？放在灵堂的前面那边了。但是我们放在哪里？我们是放在灵位上面，可以来拜拜啊，不管是祈祷啊，还是礼物啊，然后将个柱子来放里面啊，来刻文字。哦，因为我们上面都是写啊，这里都写刻文字，哦。啊，这个都是写江河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选总统，哦，这个是我们比较重要，我比较在意。今天没有柯文哲，就不会有大家坐在这里。哦，我们是因为了台湾的一个未来的改变，才会有想这个。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，疯癫了。然后阿杰也是猎狼啊，你哪去敢疯癫？他们是我们的独居老人，他们的儿女没有住在台湾。没有兄弟姐妹，最后一笔路也是我们帮忙的，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没有身份，他不会来报，不会来投票给我，我就简单处理，修修然后啊，树葬然后啊，不会。为什么我们会去说这个？所有全部所有的花费不是加额数开了，我们只是把这些问题。跟我们的好朋友们直播说啊，借两书要到沙冈，不用两个小时就会超过300,000，很快。这就是爱的力量，但是你一定要公正哦，这个很重要，不要去碰钱，民意代表不要去碰钱。好，啊，这个当时啊，蔡壁如有去的，这款人真不要惹真事啊，大企业不要惹，拢惹细企业关事啊。哦啊，这就是一个画面。哦，当时哎，纪平那种厉害没有？对对对，那时候来，这个是我们平常会去做的事啊，这是全部都是志工。对，还有记得每个人设定人设，就是说要成功的目的是什么，自己最重要。哦，我们的冲击城堡说在响应的很多人，就是从老人我们有在照顾了，还有什么？小朋友，这些人都是柯文哲的票，因为他们都有下一代，他们知道说你平常在做这个，欸，我们一个礼拜起码一天，哦，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多，哦，这是我们小小阿兵哥体验营，小小阿兵哥的体验营全台湾我第一个办，哦，啊，这个是跟谁？跟我们的邱成远，邱成远现在在哪里？在国防委员，很好用，我弄没开上。像这些衣服都是当天他们自己带来的，海外来了40多个阿兵哥，啊，这是我们的泼水节，做你管你不注意啊，啊，所有的这个重庆城堡都是我们自己社区的，哦，我们就可以办了一个活动，哦，最近，很帅哦，哪个，啊，别个注意看呢，哪个我们要礼拜。欸，我之前头无去，你听我，你人家头尾也无吹上来。这个广告效应有没有很好？很好。我们有没有报警？报警。我们还抓到了。我们有没有提告？没有提告，就是什么？啊？没有钱？不是的，啊，
我们会原谅他啦，我们要感谢他让我们上新闻啊，因为要有 正能量的最近很少啊，哦，这个大家都会报。啊，为什么说为什么要提告？你不提告，人家会说你什么？你我看到三个人讲你这自导自演的啊，你是第二位啊，你这真笑的，你不你告啊，我告你惊你的，告。因为我在这一次的选举，总共被破坏了七个抓了八个人，抓到八个人哦。那七个人现在在聊被，又聊用海报去，不敢放人来拿去破坏。啊，这八个很明显，全部都是民进党的，但是我八个全部选择原谅，选择原谅，为什么？你晚点。Okay, 我没有要求他任何一毛钱，我只要求他三天来我的爱心主房做志工。你要敢，你自己做错事，自己要去面对。这就是要跟各位分享，我们要选择别人的不好，原谅了别人。如果今天换成自己，你做得到吗？这就是柯文哲目前在做的。我们希望，我好像现在多久？好 ，OK， 我还是要跟各位分享。今天有可能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答案，但是我可以啊，日后有机会都可以私讯我。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，只要是入账的部分，我们都愿意来跟各位分享。也感谢今天我讲比较快的，双饼是自己要创造的，双饼是个流量，有职业的双饼哦。武大龙，哎，超速，你在大理的人士哦，常常被骂。你知道大理的人是吗？知道了，我常常被骂，但是我要感谢他骂我，因为你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声音，这个文章不会起来。记得，双饼有可能你要自己要来，自己哎觉得哎这个文章怎么都没有人骂，哎开另外一个自己的账号去骂一下，知道吗？自己要找借的，借是一个好事啊。就像我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，跟你们洗脑，洗脑是一个好事啊，把不好的观念告诉你们，哦啊，你们会去分析，哦，这一点记得，就是说，不管是说等到什么，还有不是每件事情我们都一定要做回顾，像每一个都要问或者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每一个事情都要回顾，啊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自己，哦，选择自己该回复的事，哦啊，说实在的。常常说我们是黄金部队，我刚刚说，人家是1450，我们才145而已，知道吗？差了个零，差好多了。哦，因为我们是理性的，那每个把人去雇来去雇去，但是其中那些议题的人，他们145的人，你跟他说这些都听不懂啊。他们最主要就崇望你，但是你浪费时间，有空去我们的啊。台湾民众党、台中市党部，我们里面全部都是1450在上班。中国污染破一个，我们全部都是攻击，哦，攻击是好事哦，这句话要记得，好不好？谢谢。